火车特洛伊。看起来汽车城要建一座新大楼，查理和埃德加正在忙着建地基和墙。克里斯托弗看起来不是很忙，可是查理好像有工作给他。你好，克里斯托弗。查理和埃德加很快就会需要一些混凝土，你能开始搅拌一些吗？为什么停住了，伙计们？旧墙挡在新大楼的前面，你们在想怎么办？也许克里斯托弗可以想到办法。哦不，他睡着了，但他的混凝土搅拌机还在转。哦不，看起来不太妙，我们需要叫醒他，要快，他正在被混凝土盖住。太好了，看起来火车特洛伊帮我们叫醒了他。克里斯托夫，关上你的混凝土搅拌机。怎么了？你被卡住了。哦不，混凝土干掉了。特洛伊，很高兴你来了。如果克里斯托夫不醒过来，情况会变得更糟。你觉得能造一辆新车来帮助克里斯托夫摆脱水泥吗？放心了，支援马上就到。克里斯托夫，哪都不要去。嘿，泰迪，特洛伊需要帮助克里斯托弗脱身，他在混凝土搅拌机开着的时候睡着了，现在被卡住了，你有办法了？太棒了，哇哦，看这些泰迪造出来的车，适用各种情况，包括这一辆。那铁球看上去很适合。特洛伊可以出发了，再见泰迪，谢谢你的帮助。看来查理和埃德加还在想办法清除挡路的那堵墙，但是至少特洛伊在这里可以帮助解决另一个问题。克里斯托弗，你好，开卸起重机，欢迎来到汽车城，你要怎么帮忙？看见那边的克里斯托弗了吗？我们需要你把他卡住的水泥打掉，这样他就可以移动了。另外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很高兴见到你，戴恩，谢谢你来帮忙。
克里斯托夫，勇敢点儿，可能会有点疼，可是你很快就能动了。不着急，慢慢来。可以动了吗，克里斯托夫？干得好，戴恩。现在建筑工作可以继续了。你们的工作伙伴回来了，伙计们，你们可以继续工作了。你们不知道怎么处理那堵挡路的墙吗？当然，戴恩可以帮你们撞倒它。查理是对的，你干得真轻松，戴恩。谢谢你的帮助，谢谢你把他带到这里，特洛伊。下次见。火车特洛伊。嘿，特洛伊，这是出行的美好的一天，不是吗？特洛伊，本看起来不太高兴，让我们去看看是为什么。怎么了，本？原来本不能自己收割庄稼。好主意，我们需要去汽车城的仓库找到一辆能够处理这些作物的新车。等等，本，我们很快就会带着帮手回来。好吧，让我们见见我们的新朋友。哪辆车能够收割庄稼？压路机、推土机、收割机。好主意，收割机就是本需要用来收割所有作物的。真棒，集装箱来了。让我们回到农场，组装好这个收割机。好吧，特洛伊，让我们把收割机复活。让我们先卸下零件。好了，它差不多完成了。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哈维，这是一个很棒的名字，欢迎来到汽车城，哈维。哈维，我们有重要的工作给你。这是我们的朋友本的农场，他需要有人帮助他收割作物，你能做到吗？很棒，哈维，我们就知道你能做到。哇，太棒了，看他干得多起劲。
做得好。现在我们需要把农作物送到谷仓去。本想把庄稼运到镇上去。让我们装满它。那真是太棒了，哈维，今天要谢谢你的帮助。再见，特洛伊，下次见。